学习很多的生活当中的很多字。那谢老师因为自己在大学教书，有鉴于他觉得我们刚好上到苗到大学在培养有一点太晚了，所以学院在国中部就成立伙食团，所以他们开始过着不是像一般国中生那么自由自在的生活。然后也在这样学习的过程里面，感谢各位家长晚上的留宿协助，其实孩子应该都是有所改变的。那所以我们有奖励办法嘛，孩子表现棒，我们有给他红点奖励，然后表现不大给他黑点警示。那当然透过这样的方式并不是最好，但期待的是提醒孩子他们的行为在修正的地方应该要修正。因为很多大学生的孩子像这一次崇德学院有请到台中马赛军马经理去做了分享，因为最近教育部有重视到生命教育跟品格教育的问题，所以因为我们基金会其实在外面对外是评价不错的基金会，所以马经理他被邀请到台中几乎是所有的大专院校去做演讲跟分享。他最近他就对大学生一直摇头。好，那我们立足苗学二月24也要请马经理来做分享，后学祥他应该也会再次提到这个部分。所以他也提到孩子的价值观，孩子很多行为其实到大学再养成其实有一点点晚了，所以我们书院一再起跑点，所以国中部就开始标注他们。但是这些孩子真的很优秀，因为经得起考验的孩子其实他就会跟别人不一样，所以其实每个都表现得很好，但是没办法嘛，一定有的制度嘛，所以有的你知道有的孩子很哀怨，因为他刚好7点5点，那偏偏我们8点才有颁奖，那没关系，他下学期一定会领很多，因为一直累积嘛，好，所以不要遗憾，其实每个人这次都是红点，好，不用紧张。那我们这一次一样先颁发8点以上的孩子，好，有四位来，富光、建智、庭宇跟轩宁，请大家掌声鼓励。对，你的猜是谁？浩明。
其实是，但是浩平哥因为常常，因为我你知道吗？我们一个礼拜住宿四天嘛，请假两天那一周就没有浩平。这是为了避免孩子常常请假回家，因为有的孩子常常啊，邓老师我今天头发痛，邓老师我今天什么痛，我要回家休息喘气一下。还有我记得一个标准，就是请假两天那一个就没有浩平，不然浩平一定得奖。反正还是一样的，是他今天并没有到场，他是例外。浩雪真的觉得很遗憾，因为其实他也从泰国来这边学习，如果今天能够借这个场合给他鼓励，不知道有多棒。可是因为他今天去练习五十周年，所以为了给他奖励，要请大家都去五十周年看他表演。不过我们后面事后再颁奖给他，而且丽玲是这个学期拿到点数最多的孩子。所以虽然没有，也希望大家看到他的时候能够给他赞美跟鼓励一下。昨天谢老师还有问他，你还会想回泰国吗？你猜答案是什么？他说他很想回泰国，他会想。然后因为我们昨天有跟他聊到说他过年期间怎么过这样，然后因为经理他会在过年后才来参加表示班嘛，所以过年期间经理没办法陪他，所以有机会大家看到他可以多给他跟陈慧鼓励一下这样子。拜拜，好来，谢谢大家的分享。我们的孩子哈，书法其实从三年级一直开始写到现在，凭良心说，后觉真的看到一个东西，就是先佛讲的叫做日积月累长学问。如果你把你家孩子开始写书法的第一张照片记得，一定要留下来。然后过了三年五年之后你再来看，你就会看到那个东西叫做不可思议的进步。好，所以我们孩子陆陆续续要参加比赛，都有得奖。首先是这一次的社区书法比赛，我们有五个孩子分别拿到高年级组跟国中组的应该是优选佳作特优，就是都很优秀就对了啦。而且真的很不好意思，就是我们书会报名越多，就把人家占越多的，所以我们到后来都不太敢报名，因为几乎都我们书会的孩子去跟人家占掉别人奖项，真的很不好意思。所以后来我们慢慢就跟他说，那个已经有的过程就不要再参加了，这样子，让后面有机会有人参加。来，这五个孩子分别是陈慧、少伦、陈浩、钟浩跟泰明，那我们请那个阿公来。Thank you.
每个人的天赋不一样嘛，哈，所以我们也在这边颁发。台北道场青少年界有三对三篮球比赛，我们孩子跟人家拿过教师组的亚军，然后青少年组的冠军，所以这六位孩子分别是浩平、富光、建志、立莲、陈浩、燕红，来请上台，我们请六哥来颁奖。